起摇。待着什么地方啊，连个人走的道都没有，还驻村干部住这儿啊？就啊，你媳妇说啥话呢？我这驻村干部咋的了啊？你看看咱们这是多漂亮啊，你看看啊，这是两只黄鹂鸣翠柳啊，你再看看这边，一行妇女田间走。那那谁呀？啊，那谁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爱。不是、啊、我说什么，就背个媳妇儿天天走，别走，那没有用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赶紧的，给你们领导打电话，咱们调回去。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咱家重要事你不知道啊，咱俩都结婚好几年了，连个孩子都没有，我妈都要急疯了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你快下来！哎妈，这我有点受不了了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把鞋穿上，坐坐坐坐。哎呀，来，快先穿鞋吧。哎、媳妇儿，媳妇对你多好，哈哈。媳妇儿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我工作呀太忙了，关键我这岗位呀太重要了。哎呦！你啥岗位呀、啊？挺大个老爷们儿，你当个妇女主任。你别小瞧我这个妇女主任啊、哦！我在这儿，你可以打听，你问我张虎哥啊，我就跟村主任，我俩级别差不多少。哦，那你那意思，这村的大姑娘小媳妇不少呗？那可不，就因为这你不回去的呗？那可不啊。干啥呢？我说你这媳妇儿这套我话呢嘛？我是说啥呀？啊，就在咱们这个村里呀、啊，全是大娘大婶啥的，哪有什么小大姑娘小媳妇啊？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，40岁以下。哎呀，真的没劲。哎呀，小伟哥，你没事吧？哎妈呀，月月你干啥去？这疯疯吵吵的。晚上有外人，回头再说吧。你说这咋的？这小裙飘的，风一样的女子，65岁，长得挺年轻啊，咋保养的？这你哪大婶啊？这是啊？不是，她可能不是我们村的啊，可能是别的村的、哎。小伟哥，小伟哥，那个你让我找的20个25岁以下的小媳妇儿，我都给你找齐了，别忘了啊，记着点。不是，你这，不是媳妇儿，我跟你说啊、哦，我对天发誓啊、哦。对哪一天呢？星期天啊！不是，我对苍天发誓啊！我啥样人不心里不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哎呀，你就我不吹啊！就你丈夫，我的为人，你上村里可以走访走访啊！你看看老百姓在我这老百姓心目当中，你他是什么评价？对，我今天必须得走访走访。那行，你要是想去的话，这样啊，我领你去吴奶奶家，她是咱们的技术总监啊。哦，行，别上你奶奶家。上谁家？上你婶儿家。哪个婶儿啊？刚过去那风婶。不是，你说月月啊？哎呀，月月叫的挺亲呐、啊，月月。你这老上手啥？不是，这个严小月同志啊，是咱们销售部的主任，知道吗？他也非常配合我的工作。哎，哎呀，行了，别说了，走吧。不是，真去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别说我是你媳妇儿。行，我说你是我妈。我有那么大事，你问不老吗？就是，哎呀，说我是你领导。走吧，行。哎，不对，啥呀？啊，你这个小月他家不在那边，在这边就拐个弯，头一家就到了。啊，是不是总去呀、啊？这是。你这啥想的？我是瞎蒙的。这还瞎蒙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这必须得走。到了。干啥去、啊、你？快点的，给我。收着。做啥？你们大白天抢劫是不是？你给我站住去！哎呦！哎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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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松手啊！要不然你松开，这是小伟哥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给月月来，我给你逮住了，来。小伟哥，你误会了，这是我老公。哎呀！是兄弟啊！不是，不是你啥时候回来的？你下来。不是，不是，啊，你老公啊。哎呀，你还你这你回来咋不吱声呢？快点进屋吧，进屋住来，我进屋到这屋来，来坐下，月儿啊啊，去给上点水，把那茶叶给沏上啊。行，坐坐。这俩人的啥时候回来呢？这我家。这人家家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你谁呀？不是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咱村的妇女主任。哎，小伟哥。这是谁呀？啊，这我啊，我是他领导。对对对，直接领导我的。啊、不好意思啊，见笑了。幸会啊！哎呀，见笑见笑。坐。哎，坐坐坐，行哈。领导坐，领导。哎呀，刚回来用啥呀？吵吧火的。
还叫啥吵吵把火的？不过了。谁不过了？你一回来你就挑我理。你说你那么激动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说是，你是妇女主任是吗？啊，对。你说你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作为一个妻子，把眼睛睁开说话。我是男的。是，挺大老爷们儿，农村当妇女主任，你咋想的？那个，就是咱说这事儿，你说一个女人，一个妻子。职责是什么？嗯，相夫教子，对吧？对呀，没毛病。夫在这儿呢，子呢？兄弟，你有毛病。你才有毛病呢！我有毛病，我咋就有毛病？我不能生啊，咋的？不是，兄弟，我是说你刚才说的话有毛病。你们家的事儿啊，我了解的一清二楚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常年不在家，你媳妇不怀孕。不正常吗？那怀孕不就不正常吗？哎呀，你别当着主任唠这事儿了，行吗？还不唠这事儿，这件事是咱家天大的事儿。咱俩结婚几年了？三年了。三年了吧？三年有孩子吗？现在不是时候。现在不是时候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现在不方便。现在不方，现在不方便，咋？你有人了？谁有人了？你没有人，你那干啥呢？那是？你别冤枉我。谁不有人吗？你该说没有人。别跟我说话了。我本来。来的挺巧，赶上一场家庭矛盾。小伙子，我问你，进屋就听你吵吵，说你媳妇有人了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，这不摆着呢吗？来来，你看看，这摆着呢吗？年前我走的时候，她穿什么样？土啊，看人呐，她土的。你看现在，你看这小裙儿给你穿的，你别碰我。怎么的？走一年不像上手了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你看现在，哎，你看这领导，你看这小眼睛画的啊。你看那小嘴抹通红，像喝了血似的。你老爷们不在家，你化妆给谁看呢？那是不是兄弟？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。那怎么的啊？这女人化妆，她爱美的，爱美的不是天性吗？我也没明白，你媳妇人变漂亮了，人你还不高兴了，人的？那可不是咋？再者说怎么的啊？这女的化个妆就非得给别人看呢？啊？对呀，我也听他说，老爷们不全出去打工挣钱去了吗？连个老爷们都没有，他给谁看去？哪有老爷们了？那你没事就属于多想啊！你全村上下老爷们都出去打工了，还哪有男人了？要说男人就剩我一个了，对不对？等会儿主任，你别往自己身上瞄啊！不是，那什么玩意儿？那啥，兄弟你别多想啊！我说啥意思呢？就是我从来呀没正眼看过你媳妇儿。你不没正眼看我媳妇儿？那你正眼看别人，你不正眼看我媳妇儿，你瞧不起谁呢？搁这儿啊？不是，兄弟，你怎么的？不是我，你没明白，我是啥？没正眼看，就这吧，我就没有就没有就正儿八经就正眼是就直勾勾的这么看过，偷着瞄来着。对，这领导说啥话呢？干哈呢？你远点，你都给我整懵了。大帅，你都针对我干啥？化不化妆跟我有啥关系？咋没关系？不是你让我化的吗？小月啊，你说啥？主任，你这主任，我啥？我什么让你？我化是？你必须给我说明明白了，什么化的？化不了，化不了。喊啥的？不是，不是啥呀？这化妆品还是你给我买的呢。第一套用着过敏，你又给我买了一套，一共两套，这事你都忘了。我这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？你还能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小伟主任能耐了哈、啊，还会买化妆品了。哎，什么时候你给我也买一套呗？领导，这根本不是一个意思。给你买那属于行贿，对，给我媳妇买是吧？对。你给我媳妇买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啊？你啥意思？啊？啥的？你老吵吵，这都不是事儿。这都不是事儿，那啥事儿啊？不是你老喊啥？你能不能就不激动啊？兄弟，我就问你，小月是你媳妇不？是啊。我是妇女主任不？对啊。她是销售总监不？对啊。她是不是跑业务不？对。我买化妆品不对吗？不对。她是谁媳妇啊？不知道。你是懵了吗？你干啥？张默然，你爱咋想咋想，把护照给我。给你什么护照啊？还给我不再给你那两张飞机票，给我看看来。我不给你看。你不给我看，你就有人了。谁有人了？没有，你为啥不给我看？你哪去呀？你看见我有人了？你跟谁俩这是？我还想我冤枉我呀？你少少少少一年，能不能好点？我冤枉我呀？不是，谁冤枉你？那些票，我谁冤枉你？不是，钱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干啥呀？别凶他！你不，你别给我整这没有用的。停！干！
我没事，我跟你俩说两句。你能喊啥呀？你叫小月啊，你来，我跟你说两句。我嗓门咋这么大呢？闹闹的，闹那啥玩意儿？兄弟，我跟你说啊，不是我当傅立蕊儿他，我说你，你这个吧，你整就行，你残疑护照干啥呀？啥护照干？他要出国。出国就出国，出国是好事啊！世界那么大，就出去看看呗。机票我都看着了，就他俩人要私奔。是，不，你跟谁去呀？不能说。那你看咋还不能说了呢？你告诉姐，姐给你做主。那我告诉你，千万别告诉别人啊。行，我跟小伟主任。不是，就你们俩吗？可不咋的，他不让我跟别人说啊，他怕他媳妇知道。他说他媳妇儿像个磨叶叉似的，这是让我媳妇儿知道，指定完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人你别让我他知，不别让我知道他是谁。不是，你还你这话说的，还想你是谁还能咋的？你让我知道是不是谁，我削死他！你这动不着还就削，我他妈削啥削啊？法治社会说削就削啊！有啥事不能好好说吗？你好好说什么说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张了，你好好说。我的妈呀！不不不，大兄弟，对不起。我的妈呀！李领导，你干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哎呀妈！你起来。没看，他是我老公。你老公你也不能说打就打呀，法治社会你好好说说呗。他给你，你媳妇儿化妆品是他买的。他不为了工作吗？那玩意儿。他领你媳妇儿出国。出国是好事，世界那么大，不得出去看看吗？他领你媳妇儿私奔。他领我媳妇儿私奔，也不领你媳妇儿私奔，也不跟你私奔，领我媳妇儿私奔，领我媳妇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啥意思你？哥，兄弟，千万别激动啊。我就问你啊，这不是个事儿，这还不是事儿，这啥事儿？你干啥喊啥？我就问你，小月是你媳妇儿不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哎，我要说小月，我跟你说小月，我跟你说小月啊，咱们现在这日子过不了了，不能分，不能分，谁跟你谁呀？能分能不分？行，不能不能听我说两句啊？啊，说说，哎，哎。我家住在开元的城边，家里有屋又有田，可的。什么玩笑？我让你好好说，你就是正事儿。不是，这不是，我不是寻思去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吗？是不，兄弟？一点不着笑哈！我寻思啊，讲了一宿笑话就没有笑话的，这俩这行不行？说正事儿。兄弟，你坐来，来，你坐，来来，你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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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兄弟啊，我到这当妇女主任呢，现在一年多了。刚开始来的时候呢，咱男劳动力啊都出去打工去了。你说出去打工，在孩子面前你不能失教，对不？老人面前呢，你又不能尽孝，剩下妻子在家，多辛苦啊！啊，我来了以后，正好响应咱们国家的号召，叫万众创新，对不？谁来说我行？这个大伙去织织布，啊，创创富。这不挺好吗？你都误会了啊！这次我领小月出国呀，就是参加一个展销会。等我们回来以后，我们就会扩大工厂规模。到时候，兄弟，你还出去打什么工啊？全回家上班了，就在咱们自个儿的家门口，咱们就致富了。这多好的事儿啊！那你不早说呢？早说说啥呀？早说不怕你多想吗？主任。你真的，你这些话说完，我的心里敞亮不少。是啊，你真的就是说人格太好，太好了，觉悟高。你觉悟是不？你觉悟真的太高了。咱们真是应该这样，舍小家为大家。媳妇儿，你去，我支持你。谢谢老公。老公，哎，我也支持你。这孩子，放一放，以后再说，行吗？啊、支持你啊。我也不要了。去。你要不要再回来再说吧？要不要？我真是，就是我真心的感谢啊，感谢你们对我的工作上支持和理解。这正所谓啊，嗯，妇女主任很平凡，一年四季不休闲，带领大家来致富，我们的生活比明天。不用东翻西找，你想看的小品都在这里。赵家班、开心麻花，应有尽有。微信搜索八点小品，每晚八点不见不散。微信号悠悠17178，悠悠17178。